顺着擦掉。OK， 给大家看，那我整个脸是亮了的，整个脸亮了啊。然后我很喜欢它，它是亮了的。变亮白了。我现在要挑战，就是直接在直播卸妆给大家看，就是他们的76酵母氨基酸洁肤清洁，怎么这样长的那个名字？洗脸霜就洗脸霜啦，你们看到吗？这一个瓶子是防掉的、磨砂的，就不会一直滑呀。之前呢，很多人买过，也有很多人看过，台湾的钟明轩啊，还有很多个艺人啊、网红啊，都在推荐这一个产品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也是在用这个，然后我很喜欢它，它洗了脸哦，我就觉得很嫩、很干净这样，而且不需要用卸妆，我直接用这个洗脸霜，我就可以卸妆。像我平时我是这样子，我半试下，你就弄湿你的脸，搭配它洗脸机，这个76酵母氨基洗脸霜啊，里面有这个日本的氨基酸，然后它可以保湿、保水还有清洁，然后很温柔的呵护我们的肌肤。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是德国的恶劣酵母，它可以稳定我们的皮肤，然后恢复光泽，然后让我们的皮肤回到嫩嫩短短的。你们在家里就这样子洗掉，看到吗？都是我的妆，只是这样子洗脸罢了，那个妆就洗出来了，轻松的卸妆。我洗了脸过后啊，很干净啊，就很透亮，很好用，然后嫩嫩的，会不会紧紧的？敏感肌、油性肌肤、干性肌肤，其实这一瓶基本上都可以帮你包办了的。然后再搭配他们的明星爆品泡泡面膜，这个面膜真的很神奇。平时呢，我在家里我挤大概一个5毛钱的大小啦，然后要非常的快，这个泡泡面膜把它均匀的涂在脸上。有时候我赶时间嘛，我是很懒惰人的，因为我敷面膜那边躺住15分钟其实对我来讲折磨我，所以我遇到这个泡泡面膜过后，我就很喜欢，因为它只需要2-3分钟，它就可以做好一个面膜了。看到吗？我在讲话的时候，它就开始在起泡了，它就开始在起泡了。等一下我就会变成一只可爱的熊了。3分钟就起泡泡了，真的很好用。它可以秒洁肤，促进我们的角质更新代谢，然后平衡我们肌肤的微生态。你看它已经噗噗了，然后可以修复我们的皮肤，让我们的毛孔紧致，然后整个人提亮我们的光泽，让我们整个人很有气色。啊，这样子擦掉 ，OK， 给大家看，那我整个脸是亮了的，整个脸亮了啊。然后我很喜欢它，它变亮白了。这个泡面膜一敷下去3分钟，马上见效，马上透亮。所以如果你们看了很多广告了，很心动了，马上下单。